Lauren.太久没有飞了，你看，没有分了已经，被扣了完了，哎，走吧，其实我刚才是忘记print了，那个visa，因为一直以来去韩国都不用签证嘛。 那这一次需要签证，我已经搞定好签证了，只是忘记把它 print 出来，哎，老了，还有带保镖过来，我的 bodyguard。<笑>现在是摄氏6度，非常非常的冷，我好像穿不太够厚这样子。So many people 啊，好热啊。 应该，他们给一个 pass 哦，不懂什么来的，给一个 pass 哎，不是啊，哦，他拿掉我的 pass 哦，走掉了，没有 pass 哦，他应该是掉错人了，还有1个小时，终于过 custom，原来刚才还给我掉那个吊牌哎，我看整个印度队都有掉，原来那个是 for 还没有打 booster 的朋友们。 那如果你没有打 booster 的话，到这里你是要被关店1天的，所以他们真的是吊错人了。然后过后他们就那个有一个姐姐就把我身上的那个吊牌就拿走了，真的是吊错人了。 啊，看什么东西买？ 什么呀？现在从 airport 出发 ，Incheon airport， 到我们住的酒店要4小时。到我们的酒店是在 Suncheon City。Let's go。 跟爸爸一间房，可是我的室友还没到啊。哇，所以右边洗澡的，然后这个是厕所 ，OK。 先到的好处呢，就是可以选要睡哪里。睡这张吧，看一下外面的风景。嗯，还不错，因为够高，好像没有开的感觉，这样安了而已。
很爽。最爽的东西是 gym 有人，你知道吧？ Let's go。这是我们酒店的，酒店隔壁就有一个便利店了，非常的方便。看韩国的红绿灯这边，像一个青灯。我看了一下，现在的温度是-13度这样子，可是我已经感觉非常非常冷了，穿了一个大衣，里面一个卫衣，还是感觉很冷。去找一点吃的吧。这种小小间的烧烤店真的是好有感觉啊，这怎么没人呢？再去看看一下，前面应该很多东西啊。哦，这个 GS25 就好像我们的 7E 这样子哦，进去看一下哦。资本饭团区。好像没有什么好哦，现在这些吧，去别间看哦。哦，去到下一家就很多很多选择了，让我看一看，真的是很吸引人啊，我的包装。Favorite vegetable milk. Pork bulgogi. 감사합니다又有一间奥利菲亚。大家应该都很熟悉吧，奥利菲亚很出名的美妆用品啊，可是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哎，好大件啊，再买个面包就回酒店了吧。Is that cream cheese? Yeah. Oh, okay. One. Blueberry. Yeah. So have flavor of blueberry, your onion, and cheese. 我选了一个 blueberry. Thank you. 回酒店了。所以今天这一集就这样子啦，一整天下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累啊，从 Custom 那边等了2个小时，然后4个小时的车程，然后才到酒店啊，现在刚吃饱准备休息啦，准备明天的训练，那我们下集再见， OK thanks bye